昨天，2018级新秀集体拍了定妆照，其中火箭队选中的二轮秀德安东尼·梅尔顿选择了0号球衣。梅尔顿大学时穿的是22号，但在火箭，这件球衣已经被退役了。它的主人是滑翔机德雷克斯勒。On Fire 天朝最爱他的篮球 APP。